我看你唔呐拜拜尔，你看起来心情嘛就歹，你袂去自杀吧？什么是割腕？是吃鸟鸡油啊？到底是要自杀是减肥？这多吃一点好冬眠啊！不，别再睡了。本周特带特新片上线喽，有同学大开杀戒的你是猪，也有 losers 毕业互相取暖的同学 minus， 还有26年过去仍没毕业的同学柯南。哎，谁是最期待排行榜的榜首呢？帮帮帮帮，这就来帮帮。目が覚めたらいつも火曜日だ。曜日ごとに入れ替わる。7人の僕。第六名消失的星期三，中村伦也饰演车祸后拥有七种人格的青年，各自在星期一到星期日现行按表操课，但星期三没醒来不见了。水曜も木曜も大事な人がいて、僕のせいでお別れもできなかった。だから返してあげなくちゃダメなんだ。洋片猎杀星期一的概念在日本这里脱胎成悬疑奇幻喜剧。想来星期三应该是个急惊风，什么都快搬拍，透支了时间啊！不，那是消失的情人节了啊！我知道星期三去哪了。11月20日 ，Ladies Night。好，本期进来了。Aku cuma benci babi。不会吧？那你讨厌佩佩猪吗？哎，第五名你是猪。熟人一提操作煽风点火的大马音乐创作才子黄明志跨界写剧本拍电影啦！浓缩仇华的513事件与层出不穷的霸凌死亡案、政府性别歧视等等恐惧的总和集中火药在校园里爆炸。台湾观众可一次得到马来西亚积习半世纪种种保守的御寒恶意，擦脂抹粉眼下黄明志来接吧，不要乱骂，你是猪，小心被杀。11月20日，美猪则还瘦肉精。고물이랑고물이랑한끗발차이다시간이지나면보물이보물되는거예요第四名盗墓同盟，描述三盗汉组团挖洞给自己跳，跳下去夺金银财宝，就算不是宝也能变卖掉，事业之大一路挖到了首尔江南，欧巴 Gangnam Style。青龙大中双料最佳新人奖得主李易勋领衔主演，搭上鬼怪的助手赵宇镇，被招在片中雅号琼斯，就是取自好莱坞盗墓经典印第安纳琼斯系列。是说饰演琼斯的爸史恩康纳莱也是最帅007，日前进了坟墓。这该死的2020，本节目熊谷里默哀三秒钟，1、2、3。11月20日，中国有180,000部盗墓片，韩国终有一部了。Adele, is that you? 是美国恐怖故事女巫 Sarah Paulson 带来战力星座第三名逃，描述令人窒息的母爱，一切都是为你好。殊不知天生不良于行的女儿长越大，看越多，挖越深，心越毛，一心一意只想逃。妈妈叫你要落脚。卖座惊悚片人肉搜索的编导从为父上网发功斗智救女，转向刻画魔母的勒索绑架，你该不会是孟乔森症候群啊？就是因为要你一直需要我，所以给你吃药，让你病到天荒地老。11月20日，张开嘴，阿娘喂。你有多久没脱我内裤？等一下，自己的内裤自己脱了。亚军同时人麦纳斯以大佛普拉斯夺金马最佳新导演奖的黄信尧最接地气，再一发。这次改用彩色电影笑说人生的黑白。那你美国电影哦，你今日杀到我的瞳孔。我通常就转底了。哦，阿姐，导演半自传体描述高不成低不就的四大叔互相取暖的森格迪。这刘冠廷证人说纳豆十名帅一字排开等于期待。俗话说 less is more， 那 minus 到最后会是什么呢？11月20日 ，minus 是我同学不起。还有冠军当之无愧，名侦探柯南红之校外旅行鲜红片和恋红片，这一档不是剧场版，竟是电视版第927集、928集米克斯在一起的特别片，单纯弥补因疫情影响今年没有剧场版上映的遗憾。精神上来说就是五六不能亡，柯南也一样。描述新一和小兰到京都校外旅行，亲一亲啊，办一办案件。2020不能出国，看看动画里的清水寺竟也能解乡愁呢。累延到明春上映的柯南第24部剧场版绯色的弹丸，故事发生在新干线上，哎，该不会为了躲无限列车追撞才红灯停的吧。11月20日，总之还有柯南看，今年没白垮了。得，本周 Today 客星片报告完毕。想看更多影剧最新消息，请加入 Light Day 电影官方账号或一家 Light Day 电影频道，好香的好正的消息都在这里，也别忘了给你最期待的电影投票哦。我们下周见。